谢谢大家的精彩发言。还有哪位追梦人想要上来谈谈自己关于梦想的经历和故事吗？有吗？没关系，那这样吧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我的经历。哎，陪我看衣服好不好？梦想其实每个人都有。走，去看看。但是每个人的开始可能不太一样。我是杜拉拉，我从一个职场菜鸟一路按照自己的奋斗到人事经理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觉得我接下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当上 CEO， 迎娶高富帅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想想还有一些小激动的。但现实并不是这样。在一次人事竞聘的时候，我失败了，我丢掉了我为之奋斗很久的一个职位，离开了公司。在别人眼里看来，我是灰溜溜的走的，所以怎么说呢？ I'm a loser。 但是祸不单行，与此同时我离婚了，我丢掉了一个我原本觉得可以很幸福很美满的家庭，我失去了一个一直保护我爱我的肩膀。说不消极不难过那都是骗人的，难道我就这样承认失败吗？其实承认失败是最简单的，比努力要简单，比奋斗要简单，但是我不要承认失败，我要努力让自己变坚强。坚强的原因就是梦想。我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，我有很多要去努力的事情，就是因为梦想，我重新站在了这里。这次追梦人计划是我做策划，我重新找到了自己职业的方向。我爱我的事业，我也爱拥有自己梦想的人。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？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它实现了呢？谢谢。所以接下来还有人愿意分享你的梦想吗？有，我们欢迎他。原谅他就当过我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会自由开满一路芬芳，放不下的如梦一场，坚强一个人疗回去啊！啊，我有些事儿还得处理一下。什么事？啊，我在这儿，你是不是觉着不方便？啊，没关系，你要给王伟打电话，要约他，你就尽管约。真的，兰兰，我想通了，我马上可以跟你切换成之前的咱们那种同事关系，我可以做到的。你要跟王伟复合，我也真心的祝福你们，真的。什么复合不复合的？
我现在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。之前不是你说要复合的吗？我是一时冲动，脑子坏了。一时冲动？不是，你看你这一时冲动，你害得我差点以后就没有冲动的能力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开玩笑了，你还不工作，真想那么晚回去啊？啊，行，我马上弄完啊，我一会儿请你吃宵夜，你最喜欢的这个冰啤酒加上那个烤扇贝，啊，我再点一点小龙虾给自己压压惊，可以吧？这怎么了？吃坏东西了？没事，可能加班的关系。对啊，你对电脑时间太长了。没那么紧，鬼放心吧。拉拉，你怎么了？拉拉，你想想他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你太太有低血糖，营养不良加上疲劳过度，当然会晕倒了。孕妇要多注意休息呀。孕妇？恭喜你，已经2个月了，还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我上次就有一次假孕的症状。不信，这样，先留院观察一晚上，明天早上再检查一次。不过，我跟你说，按照我的经验，那是100%啊。你也30岁了吧？是时候要孩子了。怎么，情绪上还不能接受？担心影响工作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些白领女孩啊，不要成天只想着工作。工作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但是生孩子不一样，这相差一两年，这身体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啊。孩子既然来了，就好好生下吧，相信我，你不会后悔的。没有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的宝宝。行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来，家属跟我来。你太太身体很虚弱，你要多多照顾她。根据以往的病史来看，她曾经是不孕体质，是不是求孕过程中压力太大了呀？越是不容易怀孕，越是要感谢老天的恩赐。这样，好好调理身体，照顾好这个来之不易的宝宝啊。好。医生，您确定她？以我的经验来看，是100%啊！医生怎么说？他说100%确认，你真的是怀孕了。啊？反正明天早上不是还有一个检查可以确认吗？但医生那么肯定，我想应该是不会弄错的。好事儿啊，别这个表情，怀孕也是好事儿，对吧？你别的都不要想，你先把身体养好，这是最关键的，好吧？你现在就把自己当孕妇处理，你先别怀疑什么，你就当自己怀孕了，好吧？我去办手续。放心吧。你乖乖待着啊，别乱动。上海好好逛逛呗。行，我会休息好的，放心吧。
新早餐来了，怎么样？满血复活没有？好多了。嗯，你吃。兰兰，我昨天一晚上没睡，我深思熟虑过了，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打算我跟你一起养大这个孩子，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的话。 不是你，行不行？你是在学苦行僧啊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单亲妈妈很多的，也很普遍。现在啊，女生很强大，女汉子又当爹又当妈，养活一个孩子，没问题的。你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一个女人，你自己带大一个孩子，这条路有多艰辛啊！ 听我的，你就让我陪你一起走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能帮我一个忙。说。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怀孕，帮我守住这个秘密。包括王伟。 吃的饭，哎，那你说都说了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就这样吧，啊，好嘞，拜拜。妈，孕妇专用。拉拉，你怀孕了？我是妈，那个，我帮朋友去越南的。摩尔，小时候一摸耳朵你就撒谎，你怀孕了是不是？ 你看，你都离婚了，你怀孕，你怎么办呢，孩子？这怎么回事，拉拉呀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跟爸妈说一声？是啊，冷静冷静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好吗？谁的呀？是王伟的吗？可是你都跟王伟离婚了，是不是？我找是不是王伟的？你说是不是王伟的吧？当然，不是不是，那到底是谁的？我的。 阿姨，叔叔，拉拉的孩子是我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拉拉在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啊？看着也这么眼熟呢。 你叫陈毅，对，你当年绑我们拉拉甩了，使得我们拉拉不吃不喝，消沉了好久。你害我们拉拉一次不行，你还想害第二次啊？我们拉拉现在被王伟害的已经够惨的了，怎么还加上一个你？对呀，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带孩子，但是绝不允许这个不负责任的这个男人再来伤害他。爸爸。 这个人家陈毅没关系，拉拉，叔叔阿姨说的对，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的关系，不就是我的关系吗？就是当初真的是我不好，叔叔阿姨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，当初就是我的错，但是后来我特别后悔，我失去拉拉以后才知道，原来她才是我的真爱，所以我后来回来找过她，拉拉已经结婚了，我觉得老天对我还是挺好的，又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一次真的会好好珍惜她。 真的，我是真心的，我可以发誓。有用吗？王伟在婚礼上也发过誓，现在怎么着了？别再提王伟了，陈毅，说说你和拉拉之间吧。这都已经怀孕了，有孩子了，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是，你怎么打算？说说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拉拉结婚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拉拉现在因为她毕竟刚刚离婚嘛，所以她的心情还不是很好。 他说他不想那么快就办事了。那都怀孕了，不结婚怎么办呀？啊，这不是一回事儿，还怀孕是怀孕，结婚是结婚，两码事儿。怎么是两码事儿啊？哎妈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能给我一点
空间让我自己去把自己的事情梳理一下，行不行？这怀孕这么大的事是你自己的，我是你妈，我能不管你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烦我恨我，我也得管。哎呀，我怎么会烦你吗？兰兰，你别激动，别动，别动了，抬起。哎呀，您这心情我特别理解，叔叔我特别理解你们的心情，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就是的确，拉拉现在这个状态，也的确是应该赶紧结婚。但是呢，拉拉的心里我也知道，反正我表个态，我在这表一个态，就不管我和拉拉进行到什么程度，不管结婚与否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拉拉，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真的，这个结婚呢、啊，这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。你高兴了就接，不高兴就这么待着。现在已经有孩子了，咱们得为孩子考虑考虑。这个结婚的事儿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这个我不会的。反正是这样，第一，我是肯定会把这孩子生下来。是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怀孕也不容易，你不生下来那还怎么着？第二，这事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啊。第三，你们能不能让我好好的把自己的事儿自己梳理，给我一个特权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们，让我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过余下的每一天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以24小时照顾拉拉，我绝对不会让她身体出问题的。24小时你们已经同居了？哎呀妈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又同居？没有，情绪是在一个单位，其实我照顾他特别方便。同事，想啥呢？你真的，这可能没有表达。保持好心情，保持好心情，这孕妇呀，保持好心情。别说了，那个服务员点菜。你看你这孩子，我这妈不用管，他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他要怀孕怀孕，他要生子生子。妈，拉拉也没什么问题，他就是稍微调整一下。拉拉，其实这个你呀，你看前车之鉴。真的很爱你啊。嗯，说什么呢？别乱说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想不想听我说真心话？真心话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你说王伟哥是真的很爱拉拉姐，他是真的很想跟拉拉姐复合，是不是？你可千万别泄密啊！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拉拉姐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！你先坐，你先坐。开声音，什么事啊？在看什么？那个，我随便看一下。没有，就是来跟你说一件。拉姐，你是不是？是大伟哥的小孩是不是？不然呢？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说啊？
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总算是来对了。陆宝强那天无意当中告诉我说，大伟跟他到现在都很爱你，他很后悔跟你分开。后悔？天底下没有那么多后悔药可以吃的。像你们这些小孩啊，浪漫偶像剧、狗血剧都看多了。我在跟你说认真的。陆宝强说，大伟哥跟你离婚之后，他一直都很痛苦，他很想跟你复合。你别听陆宝强瞎说。现在你大伟哥已经有人了。你在跟我说 Casey 吗？你跟 Casey 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人，大伟哥不可能喜欢 Casey 那种人的。而且我今天急匆匆的跑过来，就是因为跟你说这个事情。这是你自己的幸福，为什么你现在说的跟在轻描淡写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？我问你啊，你对大伟哥现在是不是还有感情啊？有，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有很多的回忆，很多的陪伴，不是短时间说忘就能忘，说放就能放的。对，我现在很多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他。这就对了嘛，你也别犹豫了，你去找大伟哥，告诉他你现在怀了他的孩子，你们肯定就能复合。小姐，复合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们的婚姻能走到离婚这一步，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它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了，有很多的外力，有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。当然，我现在有了小孩，我也希望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能有爸爸有妈妈。这也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想，但能不能达成一个实现，能不能复合，这都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需要时间。我觉得你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就是因为离婚的时候大家都憋了一口气，你在赌气，他也在赌气。那他既然现在他不愿输，那你就说嘛，你去找他复合，你告诉他你怀了他的孩子，而且大伟哥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你不应该瞒着他，他是有知情权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就是为我好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拉拉姐一定会慎重考虑你的提议。现在不早了，别回去了，就跟我住吧，跟宝宝聊聊天。好啊。宝强，阿姨，喝杯茶。大伟哥出去办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嗯。艾拉姐，嗯，又来了。又来找大伟哥。哦，那你找他又有什么事情呢？跟他说点事儿。大伟哥的事情跟我说是一样的。不一样。
你跟大伟哥已经离婚了，对吧？那你这样三番五次的来找他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吧？所以我来找你的老伴，你有意见？也不是有意见，就是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，可能大伟哥忙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怀孕了，孩子的爸爸就是大伟哥。哎，但是是在你们俩离婚以后的事情，所以你别怪他。大伟哥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。说完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好好照顾身体，照顾孩子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知道你自己有多脏吗？我现在把你洗干净。你要睡了凯西是吗？你让她怀孕了是吗？你知道我也怀孕了吗？先解决公事，很快很快。老林要离开伟创了，你也知道，所以公司需要找到一个人才来填补他的空缺。我一直希望超级林能够做这件事情。还有就是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。不是，那就不用说。让人疯狂，还记得那一个夜晚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事情。走到一半，你说你喜欢孤单，喜欢下雨，一个人打伞，还记得那一个夜晚，我还给你一些孤单，那些孤单，请找人陪你分担，那些孤单，请你找人陪你分担。跟王伟哥谈崩了？崩了，天崩地裂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你怀孕，他还不求你复合呀？没有，没说怀孕的事儿。没说。我先看着他就恶心。
没事吧，拉拉姐？你怎么看他就恶心呢？这也是怀孕的反应啊。小千，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你帮我找一个像伟昌、老林那样的人，然后我把他给王伟，我们俩就一点瓜葛都没有了。我想，你，我吐了。哎，拉拉姐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王伟哥恶心到拉拉姐想吐，他到底干了什么呀？拉拉姐，你俩睡觉吧。来了，医生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指标出来没有？出来了。这里三个指标中啊 ，AFP、HCG 和忧郁三中 ，AFP 值偏高。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按照这个指标来看，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们最好过两天再做一个糖代检查吧。啊，好。不要灰心啊。以我的经验呢，有不少产妇高塞糖危，但是糖代都是正常的。对，这三个指标中啊，有两个正常，就是好兆头。那医生，要是糖代正常的话，他能坐长途飞机吗？当然可以啊。等这个糖代结果出来以后啊，我们再确定一个具体的保胎方案。啊。当然在这里面呢，他其他的指标都是 OK 的，只要保证他的心情愉快。那你的 AFP 这个值呢，也是稍微高出一点线，所以没有那么严重。没事，放轻松。没事啊，你放轻松。我跟你讲个经验啊，这一般医生啊都会把这个病情说得很严重。那你看刚才那个医生啊，他们说的那么轻松，我相信你糖代肯定可以过的，好吧？你到时候就放心跟我去美国吧。瞧瞧的，真的，医生说了，放松心情，你心情好了，宝宝心情也会好，才能长得好嘛，对吧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放心。沙发敢坐啊？啊，还是家里好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喂，什么？你找小伟？哎，你找他干嘛？打我电话呀？啊？哦，好好，你等会儿啊。叫你。做什么呀？喂，不是，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到。什么什么？喂喂喂，谁呀？怎么了？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怎么了？妈，拉拉在医院里做手术。手术？陈总，拉拉是一个好女孩。如果你是真的爱她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她。我说的这个珍惜是全面的。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条宝贵的生命。拉拉虽然他非常热爱工作，他想好好的在事业上有所经营，但是你们好不容易有了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们都特别想保住这个孩子，尤其是拉拉，他尽最大努力，真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身体不允许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着于情于理，我今天必须告诉你了。拉拉怀的那个孩子是你的。原谅他，就当过往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会自由开满一路芬芳，放不下的如梦原谅他，你会长大，就算迷路又怎样，让微笑的光芒再找回方向，你用坚强一个人疗伤。小伟，回来啦！你去劝劝他，啊？去劝劝他！哎呦，你劝呀！哦，我知道了。王伟，你到底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
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？你以为你这样沉默不语、借酒消愁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你最痛苦吗？你知道一个女人对于她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丈夫和孩子。拉拉先失去了你，又失去了她最心爱的孩子。我相信拉拉一定会比你更痛苦。可是你呢？你在做什么？萎靡不振，借酒消愁。你还要这样多久下去呀？啊！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有？我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你们眼中所谓的男人？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担当起所有的责任？我真的很希望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努力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，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办法。我曾经是 SH 的销售总监，我自己开公司。我以为可以做得风生水起，但是就是会有合作伙伴跟你拆伙，不管是因为大环境还是因为人事的关系，公司的发展就是不会如你所愿的风生水起。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掌握的。我想要赢回拉拉，但是拉拉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曾经跟另外一个女的有发生过关系。都姑且不论我凯西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，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掌握的。你什么时候看我喜欢借酒浇愁？你什么时候看我喜欢萎靡不振？什么时候了？拉拉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孩子是我的？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真的不是我能够掌握的。我很想你是一个孝子，你想让妈妈开心，想对凯西负责任，又想让拉拉回到你的身边。可是这可能吗？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开心的。这就是人生，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起起伏伏。人生也不可能一直都是如愿的，工作的挫折，感情的挫折。可是明天是不是还要继续？日子不过了吗？小岭今年多大了？不管做出任何选择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人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，你懂吗？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开始我那么喜欢陈毅，可是陈毅却是因为想接近拉拉而接近我。当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世界都垮了。可是那怎么样？睡觉第二天醒来还要继续。张思源是他一直在我的身边，可是我们年纪的差别，因为我不在意嘛。可是我最终选择和他在一起，我遵循我内心的选择，不管这个选择最终结果是如何，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就是人生，你必须在每个阶段做出属于你的选择。可是现在你没有选择。小伟，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。希望我说的这些话对你有所帮助。我回的内容全是绝对的，我就是虚伪的，不该说这些。喂，小红啊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？还好啊。孩子的事你就别多想了，随缘吧。哎，喂，我这下个电话等会打给你啊。哦，那你先忙吧。喂，丽姐，
来啦。我和张思源准备结婚啦。真的？嗯。你俩终于想通了，祝贺！记得到时候来哦。嗯。请进，玉姐，签一份文件。辛苦你了。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。下一秒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郎新娘入场。今天是我们这一对新人张思源先生和王丽小姐的大好日子，他们在一起经过了不少风风雨雨，有欢笑，当然也有泪水。今天这期现场的各位来宾为他们的爱情做一个见证。我愿意。好，那王丽小姐，请问你愿意嫁给你对面这位高大英俊的男人，并且生死相守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别担心未来会怎样，左手边有我陪你吹风淋雨，把喜怒哀乐都当作体验，陪你遇见那个未知的自己。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，下一秒就会为你揭晓。恭喜你们，你们已经正式结为夫妻了。那么接下来新郎新娘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呢？丽丽，我愿意这辈子都做你的司机、医生，还有保镖。好久没有好好的把很多事情说清楚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怀孕了呢？以你对我的了解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对吧？我有知情权，对吧？你怀了，你不告诉我，然后你把它拿了，我也是被告知的那一个。从你离开 SH 开始，我一直是被告知的那一个。我们一直有商有量的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是被告知的那一个？对，谁不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？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？当我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，我不是不想要告诉你，有一天我去伟创找你，就是想要把有孩子这件事情告诉你。我觉得作为孩子的爸爸，你应该有权知道整件事情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上天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？我在没有见到你之前看到了凯西，他告诉我，他也怀了你的孩子。
我没有办法给你形容我当下知道的感觉，崩溃、难过、不解、接受不了，所有的情绪，我觉得能够讲出来的，都不能形容我当下的感觉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选择不说，因为我不想掺杂到这种复杂的关系。我说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王伟，你是一个好男人。我不想让你的局面更加复杂。你能做什么？陪着我跟凯西一起去产检吗？还是看着我们的孩子一起长大？我们离婚了，我能做的就是让这件事情尽可能的简单，我们都少一点纷扰，也许会比较好。你说，或许我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？你已经跟凯西走到了有孩子这个阶段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开始的感情，我也不知道我们离婚多久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没有开始，从来就没有开始。她是我们家认识很久的一个妹妹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但是她就仅止于一个妹妹而已。我不晓得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这样说很窝囊。我不晓得她为什么就怀孕了，而且跟我有关系，我说了都没有人会相信的，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言论。哦，她怀孕了，然后 是我睡的，但是我不记得了，我说不出口。你为什么会不记得？我那天真的喝醉了，我早上起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说她有了。你确定是我的吗？会不会再伤人呢？是。是，这个时候即便再伤人都无所谓了，但是我真的不记得，也不确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所以你跟凯西，但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个性，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是绝对不会接受的。是我们错过了很多沟通的机会，但凡任何有一个时间点，有任何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，我恳求你跟我一起面对。是我们离婚了，但是我们曾经是夫妻，我们应该是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所有的一切的。即便我是男人，我都愿意承认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有的事情。小孩没了，我相信你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。但是如果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去面对的话，事情会不会比较好过一点？我跟凯西中间真的没有什么，但是你跟陈毅呢？你怎么就能接受陈毅的求婚？他递给你戒指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就是因为看见你，所以我答应求婚。所以你是因为赌气？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幸福去赌气呢？这不是个赌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死心。你现在目前的状况，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想想怎么处理你跟凯西之间的关系？你们的孩子还在，我们的孩子已经没有，所以我们相互这样的纠结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当然了，我之前对你有误会，但我很开心的是，我在要去美国之前，总算是把误会解开了。你要去美国干嘛？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，找一找原来那个杜拉拉。跟谁开始全新的生活？一个人去吗？和一些朋友。跟陈毅吧。朋友，你连要跟陈毅去美国，你都不敢直说，什么叫做跟一些朋友？
很多事情可能基于我自己的自尊，我也没有告诉你。比方说，公司确实遇到一些情况，然后妈的情况你也知道。我现在想想，真的，我们的离婚真的很可笑，我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们就在那个协议书上就签字了。有很多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是没有原因的。但请你告诉我，你是真的认真的要跟陈毅去美国发展一段新的生活吗？我去美国的行程跟任何人没有决定性的关系，我只是希望在那边可以静一静，在这边工作生活都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瓶颈，我想要改变，我想要寻找一个出口，但是至于这个出口是哪，带我走出这个出口的人是谁，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。这跟任何一个人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要找回自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走，走，走。很抱歉，我的生活陷进了一团糟。你觉得不关你的事，你不想处理，你不想插手，你不想跟我一起面对。Fine。我起来，我祝福你，在美国找到自己的人生。聊一下，上去拿点东西。行李都整理好了？嗯。没有忘了什么吧？应该吧。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？如果在那边生活的还不错的话，也许就不回来。祝你一路顺风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，我们该走了。差不多了。保重。保重。原谅他，就当过往。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会自由。
子在干什么？在做一份合同。合同？嗯。哦。我今天呢，去看了一个人。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直接跟你说吧。我呢，今天去看倩倩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她正在给洋洋洗澡，又给她唱歌，又体贴又温柔，很像一个小妈妈的样子。她就是洋洋的妈妈，干嘛笑？你最近有没有杜拉拉的消息？没有。啊，那看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为什么突然提到拉拉？干嘛不能提她？她做过我的儿媳妇儿，我又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恶婆婆，我总有想念她的权利吧。说实在的，拉拉在我心里一直是有位置的。我呢，作为长辈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幸福。那当初干嘛跟人家吵架，天天闹别扭？哎，说不定啊，说不定拉拉现在也找到一个什么合适的人，也成立了一个家，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了。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我的意思是啊，拉拉现在呢找不着人了，失踪了，你和他又没有联系。哎，这边倩倩呢又给你生了个孩子，她现在也变得温柔了，变得体贴，可以做一个好妈妈。那你们俩之间不可能。别说那么绝对嘛，你前几天跟人家交流接触的不是挺顺利的吗？我跟倩倩，我把她当家人，仅此于，就是这样子。是是，哎呀，那你说啊，生活中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一起结了婚，生个孩子，那是一家人过日子。你跟倩倩为什么就不能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生个孩子过日子呢？天哪，妈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这里面情感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妈，我们一年前讨论过这个事情了，你还记得那时候你怎么说的吗？这事儿你再也不管了，你记得吗？你现在是认真的要跟我讨论这件事情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人家倩倩单身，你呢现在也单身，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孩子，你要是和倩倩结合呢，哎，我们这个洋洋呢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姓王，成了我们王家的人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妈，孩子是孩子，你要想见洋洋，随时都可以去见他。是啊，我现在就是想见他，没那么容易见他。妈，你要是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哎，说什么都白费。得了，我反正也是管不了你了，我不管了。喂，是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。嗯。又公司有事儿？不是，凯姐说洋洋发烧了，我带她去医院。啊，发烧了，我也去。哎，妈，你好好在这待着，免得我到时候还要照顾小的，还要照顾老的。你等我回来。那不是她发烧了吗？乖。真乖，照顾一下啊。哎，大夫，我的孩子怎么样？各项检查都做了，因为扁桃体发炎，所以才发烧。因为考虑到孩子还太小，所以建议留院观察。好，其他没有什么事情是吧？嗯，谢谢。谢谢你哦。
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还让你赶过来。我是真的当时慌了手脚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。我说过，有任何事情、任何困难，就打电话给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他很快就康复了，你别担心。没怎么样，还跟陈怡出国吗？当然，我也曾经尝试透过彼此认识的朋友想要联系他，但始终也没有找到，没有联系上，是没联系，还是不敢联系？可能都有一点吧。毕竟我认识他这么久，一年前发生的。所有的一切，如果他到今天还在生气，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。所以你也可以说，我确实有一点点不敢联系他。我觉得，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。这件事情瞒了你。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哪个晚上？就是你喝多的那个晚上。那天你喝多了，到我家，我让你歇一会儿，但是你一直在吐，我怕你出去以后着了风，所以就让你在我家睡了。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也就是说，洋洋不是你的孩子。对不起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真的很认真的怀疑过这个事情，但我始终没有要求你去做检查，或者是逼问你真实的情况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。你知道我现在在一个。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的状态。这一年来，我想过很多很多的情况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就是我并不因为你告诉我这个小孩不是我的，我就会比较轻松，觉得没我的事儿了，我比较开心。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不管这个小孩是不是我的，他就是我妈的孙子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他就是我的小孩，好吗？好。
切都过去了。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SH 新人大众化区总经理易森陈 Chen。前两天我在美国陪我儿子看动画片啊，我觉得灰太狼有句话特别适合我现在的情况，我还是会回来的。大家可能没想到我还能回来，我自己也没想到。说老实话 ，SH 曾经是我很向往的地方，但之前带给我的是失望。我之前在想，我今天如果走进 SH 的大厅，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是意气风发，还是多愁善感？啊，热泪盈眶？没有，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征程，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和大家一起实现我们心中的梦想。因为我记得之前 SH 的一位同事说过，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工作。你们刚大学毕业，这是你们的第一份工作，要相信职场是很公正的，你记住，种下什么它就会收获什么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都在成长。阿拉姨，这个是黄浦江，每天早上都能看好多轮船。是吗？下面有个大泳池，每天都能。好啦，过来喝点茶。好，早喝茶喽。好好好，我回头帮你们约。好啦，哎，回来有什么打算？没想好呢。伊森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拉拉刚回来，让他歇一歇嘛。而且凭拉拉的资历，在这边找个工作很容易啊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他资历太深了，全世界都抢他，我得先把他预定了，这个必须到我公司来上班。伊森，这一次我要跟你抢个人，我要把整个画廊搬到上海来，所以我缺一个运营总监。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新的领域，然后我呢又有这个荣幸的话，你不妨考虑一下。倒是肥了你现在啊，你是不是两口子啊？小心晚上我大刑伺候啊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我不管，拉拉是我的人，必须去我公司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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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俩好了好了，这样，我左手给陈毅，右手给李玲，你们俩就拉吧。拉拉阿姨好活，我也要。哦，是吗？正好我也缺一个中文老师。啊，那我想想看，你一个月给我多少薪水啊？一个月一盒冰淇淋。哇，这么多啊，去你那儿了。有件事你知道吗？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们公司新来了一位大中华区的总经理，你猜是谁？你又没有升上去啊？我是财务总监。哎，算了，不跟你绕圈子了。这个人你也认识，是陈毅。他从美国回来了，你说拉拉会不会也跟着回来？我女儿要跟他，看我还是最了解你。谢谢妈，爸喝了啊。好，拉拉，你这回气色不错啊，看来。从美国回来啊，这个心情也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走看看，心情就会变好。嗯，
看来还得出去走走，这样呢心情也好了，变成新人新气象。我这说什么呢？哎，拉拉，你这次回来啊，先别急着找工作，首先呢，把生活安排好。好，知道了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个，拉拉，你上次跟我说陈玉结婚了。啊，对。他跟沈七复合了，婚礼我还是参加了呢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他一心一意对咱们家拉拉呢。妈，是你女儿啊，没法一心一意的对人家。我看也是。是不是心里还有王伟呀？这都离开一年多了。咖啡，咖啡不错。喝咖啡。嗯，妈妈多嘴。拉拉，嗯，妈，啊，谢谢，来一趟啊。可香了，这个。嗯，我喜欢的味道。小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能到你这儿挤挤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从国外回来就给我变身份了？你当我这闺蜜假的呀？我才不会给你变身份呢！看我漂洋过海来睡你。讨厌。所以嘛，嗯，睡就不能白睡。啊，礼物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是不是？什么不好意思？真是。啊，我好喜欢。好不好看？还是你懂我。你说你去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嗯，该忘的是不是都忘了？啊，忘什么？你别装傻，啊，就那个天天让你伤心的那个混蛋，你就应该把他忘得干干净净的，一点渣渣都不剩，知道吗？我忘了，真的？早就忘了，我失忆了。失忆了？对啊。这就对了嘛。选择性失忆，就记得你，其他全忘了。还是你有良心，就知道你都最好了。嗯，快试一下。嗯，这个要怎么弄啊？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为什么？你看这个地方，有没有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？嗯，就那个电视剧啊，男主角特别帅的那个，何以笙箫默。哎，很美啊。对啊，他们就是在这里拍的《相遇》。超市相遇就在这儿。对啊。哎，你会不会跟王威也在这里相遇？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哪那么巧？你怎么就不信呢？
红着眼放手，故事只差一个结尾，不怕重来过。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，我希望幸福的欢乐，去记得美好的错过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拿个这个。哎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恭喜啊，我听说你升上 SH 大众红旗的副经理。谢谢。你公司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还行，最近步上轨道，发展都还不错。我是跟我太太一起回来的，改天一起我们吃个饭。好呀。其实我跟我太太复合呢，还得感谢拉拉，是她的努力让我们破镜重圆。没想到吧？哦，这我都不想。你最近怎么样？你的感情生活有没有？还是一样。拉拉回来了。结果是这样，但是这一年多，我每次见到拉拉，我就会深切地感觉到，她想你，她心里有你，她从来就没有把你放下，真的。现在她回来了，你作为男人，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挺好的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从陈毅陈总那儿打听到你的联系方式。猜到了，你这样大费周章的找到我，应该是有事要跟我说吧？我们两个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个人感情上，都有很多的误会。我都做了许多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包括给你造成的伤害，我向你表示抱歉，也希望你能接受。你也知道，我前段时间去了美国，在那边我自己一个人放松心情，到处去旅游，也去学习了，充实自己。正好借这样一段的时间，我也好好的想了很多的事情。其实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没有什么所谓的对错，也没有什么原不原谅。既然我今天愿意来，我们俩可以坐在这里聊天，我相信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谢谢。那陈总跟李玲复婚了，也很好啊。对。
他们俩重新走到一起，我觉得命运之手默默地把他们俩推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在这段过程当中互相弄丢了一段时间的彼此，但是找到之后感觉更珍贵了。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？对，一个人，一个人挺好的，四处走走逛逛，很随心，想去哪就去哪，挺不错的一个心态。所以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你看我的样子也知道我现在当妈妈了。生了一个宝宝，是男孩，叫阳阳，是阳光普照的阳。有了他以后，我觉得其实自己的人生，包括之前的很多事情，都有了一种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。拉拉姐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向你们隐瞒了一件事情，你会原谅我吗？隐瞒？如果我告诉你王伟不是洋洋的爸爸，其实那天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会原谅我吗？说真的吗？但是你之前这么坚定，这么……你是为什么呀？我跟大伟哥还有陆老师，包括我的父母，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，还有很多事情你可能都不太清楚。哎，反正总之都过去了，那个时候我太小，很多事情我也不了解，总之过去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我必须告诉你。那你要一个人带大这个孩子吗？你也没有选择要跟王伟在一起吗？这就是我今天找你来最想说的一句话。我要告诉你，大伟哥他在等你。原谅他就当过往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会自由开满一路芬芳，放不下的如梦一场，原谅他你会长大。谢谢你，就算迷路又怎样，让微笑的光芒再找回方向，你用坚强一个人疗伤。
肩膀，别再为他牵挂，你有你。